行日月潭的恶霸，他是凶猛的外来种鱼虎，号称生态杀手，而杀手的克星就是他。想抓鱼虎没那么简单，除了耗体力拼搏，还要斗志。之前我们大家都用钢丝线，因为鱼虎牙齿很利嘛。好，那钢丝线你勾活饵，它在水里不自然，鱼虎很聪明，不咬。对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换线，然后换线又要软，又要自然。好，那一捆线300米就3000多块，啊，一下就用完了，因为鱼虎很那个冲力很大，有时候钩子那么大钩，它也是拉直。这20年来，我们就是在抓鱼虎会遇到挫折，就是遇到很大的鱼虎，为什么钓不起来？为什么它会脱钩？然后我就开始一直研究钓组，光钩子跟钓组花了不会算的钱了，都不能贪便宜。之前都会贪便宜，说啊要放那么多门，姜太公钓鱼嘛，愿者上钩嘛。后面去哇都咬了，然后没有鱼虎。热爱台湾生态的小四哥，20多年前发现被引进作为观赏鱼的鱼虎，被人任意放生到水库，因生性凶猛、攻击性强，且繁殖力旺盛，最后入侵日月潭，严重侵害原生鱼种驱腰鱼、鳍鲡鱼和潭虾，酿成生态浩劫，决定开始研究。我还是觉得放工比较有效率了。交配前，我们移除大鱼虎嘛，我们移除一只鱼虎，就等于移除700只。至上千只的小鱼虎了啊！那你等它交配以后，它已经下蛋了，孵化成那个鱼球了，那你再去移除那些小只的，没什么作用。尽量去在4、5月份有没有把大鱼虎移除完？一年移除大鱼虎比较差的就是70-80尾嘛，比较好的就是200-300尾嘛，那你乘1000就好了吧？你要乘1000就好了，你看我移除多少了？外来种不只有鱼虎，还有令人头痛的红魔鬼跟珍珠石斑。小四哥率领团队移除日月潭三害。他会把鱼追到那个水面上，然后一口吞这样。哦，只要来日月潭钓鱼有没有？只要有鱼虎的地方，你就不用钓珍珠石斑跟红魔鬼了。换点。鱼虎在一旁虎视眈眈，红魔鬼跟珍珠石斑早已吓得四处躲藏，只有少数几尾小鱼上钩。大吗？不大，小小的。像这个珍珠石斑的体型算小的，因为它有很大的嘴巴，哦，有没有？我们俗称它喇叭嘴，有獠牙，哦，它有獠，前面有獠牙，嘴巴打开吞了下，它全部都吞了，它没在客气的，哦，它繁殖能力也很强。因为像我们现在日月潭，它只剩下0.4%是原生种的，然后全部都是外来种的。其实外来种不是它的错，是人类的错。人类就是有意无意弃养放生，或者让它脱逃，才造成外来种的。那外来种就是比较强势，然后它繁殖能力又强，然后它会挤压到原生种，然后还会吃原生种。换了好几个钓点都共估，这时候团队却有了意外收获。大鱼了！哇，破纪录，破纪录！好，超大！这个刚刚马上抓的哦，回去给他称一下，搞不好破纪录的纪录了。鱼鳍都很漂亮，有没有？都没有受伤哎。小四哥，这个鱼是什么？这是大头鲢，这也是外来种，佩服。佩服我的团队哦！你们这些记者，你们在现场的真的没有 C 的哦，没有 C， 没有 C， 真的没有 C 的，太离谱了。因为他们有网伤，那里面有外力影响的有没有？啊，嘴巴四处有没有钩子？我们研判呐，我们大家在讲呢，应该是被那些有日月潭的游艇有没有打到的？不然他不会在水面上这样
任他们捞啦，不可能啦！我在日潭这么久了，没有听过人家用捞的。团员之间的好默契，不只是长期在野外拍摄影片累积而来，更多的是志同道合，想替台湾生态尽一份心力。其中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卢先生，跟着小四哥十多年，从叛逆的不良少年慢慢转变。啊，那时候就是叛逆嘛，因为从小的家暴家庭啊，我都导致说我都不敢去学校上课，因为可能就是这里给我吹，这里给我吹，要不然就这里我吹，那里我吹，他就是。酒喝下去可能没办法接受爸爸走得早吧，那就长期酗酒这样子啊，导致说我可能整个观念都偏了吧，就是比较叛逆。国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带深造，直到后面深造出来因缘机会下认识到四哥，我才慢慢开始转正。不然我如果可能没遇到四哥，可能现在还是可能还在里面啊，还在深造，给我感觉他就像一个爸爸，他真的对我们很照顾。每一次到野外出任务，卢先生总是如影随形，两人之间形同父子的互动感情不言而喻。小时候叛逆嘛，叛逆人家教过来就给我教啊。他是苗栗人，他嘎紧，他算比较刻苦耐劳的啦。然后那个时候没什么可以赚钱的地方嘛，我就带着他们去抓鱼啊，很辛苦啊。然后后面就是慢慢一堆人都跑掉了，他留在身边这样，小四哥透露，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，爸妈必须加班赚钱。他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到溪边抓鱼，帮家里夹菜，慢慢练就一身好本领。七年前决定投身一出外来种，牺牲休息时间拍摄影片经营频道，唤醒大众对生态保育的重视，获得大批粉丝支持，却也有苦难言。我虽然做的事情是冰山一角，但我是认真做下去，因为毕竟台湾生态还是要人，就是真的是去付出，然后去宣导，然后当然这个过程也得罪很多人啊，就像最近法院的单子一直寄过来，我爸就说，你看吧，第一个有功无受怕婆爱婆，而且这个是就是莫名其妙的指控，然后后面都是无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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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浪费我的时间去开庭嘛，但是我就觉得说。一定有人喜欢我们，有人讨厌我们，但是我是觉得不需要这样整我们。一个人检举38件啊，那真的是恶意了。一出外来种一路走来艰辛，还得自掏腰包，每次花费好几万块买饵具，还为此借了房屋贷款。频道收入却全数捐作公益，家人都不谅解，让他萌生退役。慢慢的会比较没那么积极啦。讲实在话，因为身体不好。在这个过程我是很享受，然后但是就是身体真的不好了啦，真的有差了啦，是拖着老命在我们镇上玩命了。我们三天睡六个小时，70多小时睡六个小时，这真的是要玩命呢。但是我是觉得说我尽量做，我说如果我没在号召，没在抛砖引玉的话，那永远都是越来越糟而已。那我就教我下一代了，就是取之社会回馈社会，我们在移除外来种是另类的公益。小四哥坦言，年近50岁的他，为了移除各地外来种，常熬夜拍片，忙到爆肝，体力早已不堪负荷，努力留下影像记录，只是想让下一代知道。你不移除，20-30年后，真的台湾的下一代看不到原生种的生物了。没办法啊，因为就是有那些不爱台湾的人啊。哎呀，我是台湾人，我爱台湾啊，我爱台湾，爱台湾这块土地啊。